玉山银行跟星宇航空联名的智障卡，买机票九折，谢谢他们完全没有赞助。准备出发去泰国泼水节。请问大家，这样我还要生下来吗？谢谢。来，无情工伤时间到，餐后来一包美神七月叶黄素。到泰国了，我们要先去解决落地签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两个刚从澳门回来，等于休息一天，就马上飞泰国。签证来不及办，这个照片他没有说一二三，他就直接拍。哎，我原地吓到。泰国好不好？带大家稍微看一下今天的饭店，是五星级的，四个晚上竟然才15000而已。个人觉得就是五星级，其实简单干净就 OK 了。Oh my god， 人山人海这里。那因为就是泰国泼水节要到了嘛，所以现在观光客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是不能泼的哦！天哪，怎么会巧遇那个台湾的那个网红小伊拉跟林静哎、欸？巧遇他们，好开心哦！怎么巧遇他们？你、欸、好夸张哦！你让我进去吗？怎么这样子？我来泰国定居4年多了。谢谢孔奔嘎，他就是用那个。泰国最有名的水上市场的概念，然后整吨这样子移来室内，然后非常干净整洁，好厉害哦！这是我沙金粉，哎，你可以看他买他的海鲜都很赞的，这种肉汤你看才80泰铢，哎，好便宜哦！台币来换算的话就是乘以0.9。小宝觉得想要吃什么？听起来觉得很好吃哦，这很不错哎，这你刚买的包包是不是？对。圆筒的放得下行囊，可是泰国买有比较便宜吗？还是就是有货先买？就是其实有退税，他手机放得进去。对，然后那个方包手机放不进去。海南鸡饭串烤，董央公汤。他们这边最有名的猪肉面，就是一些很像河粉的东西，然后猪肉啊，然后一些韭菜，非常的很有泰味。嗯，很喜欢。那拍起来，这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不会屌得大，拍起来说哦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有些人会担心说，哎，泰国真的可以自由行吗？就可以，就是其实饭店就好了。对，而且其实泰国就是观光国家，就算你用那种破英文或比如说话讲都可以。对，其实他们是大家都听得懂。哦，天哪，你这个很大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最近去坐这个新的女王波啊，不要女王来了，我们要去搭这个一倍的接驳船，刹车。他们真的会蛮好吃的哎，我觉得是。姐夫的，我、哦、真的叫姐，谢谢你耶！因为我现在在拍起白吃白喝的计划，我会不会随便？不行啊！他真的超神，他真的发现他只剩你在钓我的影片。怎么会在桥头夜市？你怎么来这里？那什么夜市？大桥头啊！桥可桥桥。给我，他来看，看一下我看机。哦，好好看哦，科技走出来的水哥，科技水。哎，天哪，各种防水的东西耶，真的哎，好可爱哦！明天的团服要不要 ？Amazing。对啊，哎，这手机壳也太可爱了吧！买了一个这个手机壳，林静正在想说要送给小乐。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什么，有点看到舒云乐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衬他，刚好小乐生日也快到了。水哥说这个非常适合我，然后我说为什么这适合我，他说这很像做法，我要再贴上衬发。不是啊，现在到底在干嘛？我们现在是过年是不是？还没泼水节，坐那个嘟嘟车头发就马上乱掉。结果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有更好吃的。抱歉，因为泰国真的很热，在这边吃冰觉得特别好吃。来跟我玩了！天哪，这23楼真的是巨高症哎！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。跟大家推荐这三款，
排名是由下往上。明天呢、欸？那个重要的，例如护照啊，然后钱啊，放进去，你们那个钱都放一个，然后这样关起来，我们就守护大家的钱财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安心的去死。刚刚各位，那我男朋友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刚问他说，宝宝，我穿这样是不是很可爱？河马坨坨哎，说哎、欸，你那个冷气帮我调高两度好不好？把我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妖艳贱货。好帅逼！不是我第一次给人家在那边穿那个就是这么辣的衣服，然后在那边化妆。怎么了？勾引你男朋友啊？怎么了？不是大问号哎！就是这两位小姐共同完成了这个作品。可以啊，很好看啊！谢谢你们呢、欸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只是低头一下，这眼镜就掉了。一个50的护目镜，请问一下，我会不会随便拿？那、我这样还装得回去吗？请快去泼水节。我来看一下晚一点会差多少哦。我们来看谁里面的水枪会装那个卸妆衣。卸妆衣，干啊啊！下面看不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边现在不能，对，要倒掉，因为泼水节有这个规定。Yes Yes OK， 还是我们坐计程车就好了。然后他说他都到了，塞一个小时。他等下泼水节呢，就是卖这些雨伞，然后衣服。然后袜子，其实市场始终于来自于那个人性嘛。哇，人太多了吧？你说怎样？有人穿越抓这个给我。刚刚在前面上面，天哪，好笑！谁叫你要叫袜子？哎，我刚刚直接被外国人喷呢、欸，幸好我戴护目镜。好好笑。这段就是邻近的水枪坏掉了，他试图在路边捡橡皮筋，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在路边捡，试图要把它修好，结果呢？试一下，到底是要重买还是不用？刚射不出来，我再看看，好像没叫哦，好像真的坏了呢。哦，水哥好会打、啊！天哪，水哥，我下面漏水了，我下面漏水了，所以它真的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500耶！啊，太大只了哎！我们在买水枪的时候，这隔壁的小哥哥一直偷袭我们。来啊，这个是清洗腋下神器哦。如果腋下有污垢的话，有味道，就是用这个东西。啊，哦，哎，比伯，好，快点！哎呀，不敢了，快点！你要记得，这是祝福。好好笑哦！凶手在这，凶手在这，凶手在这！各位，我
天早上化了两个小时的妆，今天马上就毁了。以上是他的言论，不代表本台的立场。我期待的是这个夜市啦，但是他也改得很干净了。他以前这个水沟没有栅栏，以前就是这个水沟这么宽。哇，你等于是泰国当地本地人就对了。尿尿要多少钱？贵，这包包是会渗水的。我现在发现说防水包没有防水了，全部都湿掉了。Oh my god！ 那个喉糖全部都掉出来，因为喉糖的纸盒也软掉了。而且现在那个他在晒钱呐，我们在那边晒钱呢。算是泼水节的一个那个小小的插曲。
Oh, we are rich girl. 是金钱女孩吗 ？Rich baby. I am Yes, Taiwan rich baby. 是拜金女孩。今天这个泼水节在喷的我裤子全部都湿了，现在有点难吐。因为它湿湿的就会黏，把这个洗掉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啦？哇，这个火山排骨，谢谢邻近 Ella， 他们已经昨天吃过了，然后还陪我来吃。不是啊，对 Ella 很抱歉，他就对虾过敏，然后我们说不要虾，结果谁知道还有蟹肉。可怜你。哎，很抱歉呢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谢谢林静哥哥哎，说他用这个姿势的付，不然我刚刚要付哦。小姐要买豹纹啦，豹纹一姐。小峰他们到那边还在铺，大家都很晚了。因为那个夜市里面都只有卖那个火山排骨，然后肉有点柴。林静说巧德夜市的比较好吃，点了一个特肉排骨，好希望台湾一直有。怎么样喝？但泰国有个人哦，三层的牛肉鸡翅汉堡，赞赞赞！林静他们还在逛夜市，我们决定要先回去，因为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发现我的那个卫生棉就是因为泼水节，然后全部都湿掉，结果他上厕所的时候就掉下来，我在等他去。宝宝，我胸罩脱下来都是那个粉，我没有收到这个祝福，祝福在我的心上。我现在出门来找洗头店，然后我刚只是跟一个泰国人对到眼，就他要泼我，谢谢他的祝福。泼水节关闭。13-16，第二间，我希望的转盘。吃完了，做了一个泰式的卷卷。你要陪我去吃 potato corner 吗？一定爱呀、啊，我没吃过呢。好开心哦！小宝，你要陪我去吃吗？我超喜欢吃那间薯条的。可以啊，在哪里？在那个 Central World 里面。他们一直乱吃，看着帅哥哎。天哪，完蛋了啦！不知道会不会被泼哎。很喜欢巨蟹座的，对啊，奇怪怎么会在泰国当落魄 baby？ 穿衣服，对啊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有冷气就够了，再加风会冷，我们可以去吃那个你最爱的薯条。宝宝，谢谢你，真的很贴心啊！你还要再上去一楼，是六楼嘿。我喜欢它是因为那个它很像那个麦当劳摇摇薯条啊，但它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，它插上去就脆脆的感觉，对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很烫。
好吃，就是我觉得它每一根都好像很温，就是都很刚好。重点是有些人薯条爱吃软，有些人薯条爱吃脆的。它恰到适中耶。对，而且它每一根都一样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它的原因。对啊，阿姆拿夹子给你，一直用手抓，跟我一样。脏掉了哦，真的啊！如果湿掉跟脏掉可以选择，我选脏掉。对啊，因为你刚刚湿的很厉害。真的是谢谢你们呢、我是湿掉不是饿到哎、谢谢你们是买吃的喂。好好吃哦。我就少了一个味道，哪一个？小味，少了一个水沟，水沟味，水沟，水沟味啦，水沟，水沟。你们要快乐，要天长地久，你们没有错，爱是自由。哎啦，你怎么坐在地上？你赶快坐水沟旁边啊！你们家里从小买不起食人蹲在地板。你给我最好笑！水哥刚刚说他买了一个苹果派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因为太好吃，所以只剩这样子，叫我赶快吃。因为太好吃，不错，我觉得就不错，因为他们全部吃完，我没吃到他们吃啊。真的很好吃哎，就是很像那个酥皮面包，里面竟然有真的苹果，它不是用酱，对，它不是用酱。真的啊，本来来猛男餐厅很开心要看猛男啊，结果里面在给我大泼水，那里面是消防车直接被灌水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去吗？我们带大家去看消防车啊。学学问主流，碰咖嘞，被夹死了，像咖喱，换地方，换地方。不是啊，我看到他们现在这样子在那边泼，其实我们台风天也可以约泼水节啊。对啊，很像哎、那种概念。不是啊，水都被泼完了，车子要离开了。前几天在机场发一篇文，然后就有人说你是你的腿好像男生哦、喔。然后这个人现在在我旁边吃羊肉片。Life is not easy。准备这行李箱要来恰图恰、喔。对，我除了买自己的东西，我还要买回馈给大家的。哦，嘿嘿，你坐红萝卜在这里。对，你坐红萝卜下班。12:42，约两点集合吗？不行啊，3点不够，我是抓4点的。你们东西如果买太多太重的话，群主call我，我去找你们。谢谢。对啊，受不了就回饭店啊！我现在就受不了，我现在回去。Oh my god， 这好可爱啊！37，我在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热到想要绑头发，泰国就很热，而且我今天要穿这么长。我们在恰图恰吃个东西，差不多300块。饭后要吃夜宵。看一下，这里1个小时才刚买回来。对，他跟我说他这个都是可以反面穿的，等于说我买一件泳衣，我可以穿两边哎，马上给钱。我说这阿公很帅啊，看起来童心未泯，是怎样吗？不能玩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来到分秋窝买东西。如果大家真的泼水节很害怕被泼的话，可以走那个停车场，因为外面真的很疯狂，你们可以听到外面女孩的声音。天哪，各位，我现在只是，干你娘！我真的大忘了，我现在最后一天，但是都已经晚上了。Oh my god！最后一天来这个 Big C 采购零食，写给。好啦，那就谢谢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。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在泼水节的时候遇到这个阿嬷，我觉得她真的超可爱的。看到这个阿嬷，我就觉得她会是我以后想要活成的样子。人生本来就不应该给自己设限，这次泼水节跟朋友一起来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，感觉好像回到小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那种感觉。你们看着阿妈多可爱，所以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，明年的泼水节，有一年的泼水节，真的可以跟朋友一起来体验看看这个泰国一年一
一度的大盛典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